天最流行的 T 恤是怎样的风格？卡通人物的周末如何享受低碳生活？就在今天的城市会生活。消费也是生产力，优惠才是硬道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生活情报员孟广美，欢迎大家收看2010年6月19号星期六的城市会生活。这个夏天的脚步已经慢慢的接近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在夏天该穿些什么样的衣服呢？其实你问很多那种很潮的男性女性也好，你都会问他们说，你眼中最时尚的这个潮服是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就是一件简单的 T 恤加上牛仔裤，那就是一个最潮的穿着方式了。但是怎么样把一件简单的 T 恤穿得又潮又好看，那可是要很多很多的技巧哦。今天呢，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到街上看一下这些潮男潮女的 T 恤大比拼。哈喽，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城市会生活的外景地，我是张鹏。今天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北京西单的美特斯邦威的旗舰店的门口。今天我们要寻找三位灰姑娘，当然啦，在这个潮男潮女非常多的地方，相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寻找。但是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2010年呢，美特斯邦威推出了自己的全新的动漫潮 T 啊，也被称之为是 MT。 那一个解释呢是 My T-shirt， 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美特斯邦威的 T 恤。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他是我国家一级造型师，有请阿涛老师。涛哥，张鹏你好，是旅游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造型师朋友阿涛。哎，这个涛哥，今天你非常的关键，因为等一会儿呢，我们会挑选三位灰姑娘，最后的时候你还要进行这个点评。那我就赶紧去挑了，我要挑的类型就是性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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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感。现在要合适节目，然后我们要那个看着只要是有这种参与感很强的这种女孩，这一点，然后是就是很活泼、很好动，然后一起玩嘛，对吧 ？OK， 好，那我就去挑了。那我在这里等你，好，希望你凯旋而归。好，动手。经过几分钟的努力，张鹏终于找到了三位灰姑娘。接下来，三位美女就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 party 装，混搭配饰都不限。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这一季的新款动漫 T 恤才可以哦。还等什么？赶紧找吧！我身后的十个老爷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今天你们来这里是要干什么呢？见美女。哇，谁说见老婆的啊？像话吗？啊，这个见美女啊，等一会儿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就要站在她的身后了，好不好？好。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一位女生出场，这位女生名字叫做云云。为什么选这身衣服？因为北色嘛，它是那个今年女生们比较流行色，就饱和度比较高的这种暖色。但是我要给它改变一下。那么这个发卡我看到它不够那么显眼，对不对？我们给它调整一下位置，啊，放在这个位置，提升它的可爱度。这个眼睛很漂亮啊，很漂亮。是啊，那我们可以放在这个位置。它背了一个，哎，这个小黑包。是啊，把这个手提包呢改成腰包。来，这样子哦，腰包啊，哎，对，那改成腰包，改成腰包呢？这个腰包本身是一个漆面的亮光面啊，对，那么就把这一块也空出来了，然后东西放在这里呢，又不防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生晨晨出场。然后也是一个混搭的那个效果，是。然后那么它也用了粉色，粉色的袜子和这个腰，粉色的袜子是吗？粉色的袜子和粉色的腰带，它混搭的非常的有道理，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可爱度的提升呢，还缺一个东西，我来给你加上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那么这样看一下，它会不会是更加的可爱一点呢？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三号灰姑娘文文登场喽，有请。它这个卡通图案呢，正好那个比较就符合咱们美特斯邦威的这种流行定位的这么一个设计那个形象啊。里面穿的这件衣服，我看到是一个白色的非常贴身的那么一件那个 T 恤的话，那么这个紫衣服就多余了。哦，它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装饰，哎，就搭到中间。加一个领结，来加入一个项链啊，来。是这个云云看着得多气啊，对不对？对。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造型呢，如果在 party 那种那个 club 上的话，它就会比较抢眼。
现在我们的男孩子请看好了，这边是我们的云云，中间是我们的陈晨，你拍什么肚子啊？这个呢是我们的文文，你们喜欢哪个女生呢就要站在她的身后。经过激烈的竞争，结果终于出炉了。大难题是两位灰姑娘的得票是一样的，冠军究竟花了谁家呢？还是让专业的造型师阿涛来投上一票吧。就是在形象上而言的话，他比较占便宜，因为他那个就是五颜六色，然后夏天的元素，然后动漫元素都有。冠军我们的灰姑娘就是我们的晨晨。好，这是我们那个栏目组送出的这种礼品，嗯，希望你能够越来越美丽漂亮。谢谢，谢谢参与我们的城市会生活的灰姑娘的评选，谢谢你。来，黑毛警长送给你。嗯，好，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我们的城市会生活的灰姑娘成功啊！一二三，成功。知道明星的卡通梦想吗？想知道明星喜欢的 T 恤吗？城市会生活 MT 金牌会推荐为您呈现明星的私房话。旅游卫视城市会生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金牌推荐人黄义达。我从小呢最喜欢的卡通片呢就是我现在身上 T 恤这个龙珠七龙珠，然后里面有个角色呢叫做达尔，然后我非常喜欢他呢是因为我跟他个性我觉得很相像的，就是怎么说呢，就平时话也不多嘛，就很安静，然后其实没有很爱笑，然后呢达尔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也有美人尖吧，我也有。